我一时冲动打了我的下头兄弟，谁料想他是我女朋友的哥哥，这下误会大了。哎，前女友跟常威抱一起，现女友是常威他妹妹，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演了、啊，这什么事儿啊？这都。爸爸接电话啊！你女朋友喝多了，赶紧来接她。啊，我女朋友。 我一个纯正的新晋单身狗，哪来女朋友啊？你打错了吧？我打的紧急联系人电话，我管你跟他什么关系？咱骗个惊醒，快点过来吧！不过到处都是，刚消完魂。谁呀？还我是紧急联系人？乔乔吗？这干什么呀？喝这么多呀？来来来，先别走，来把账结一下。多少钱呢？19800。多少？19800？要赎金呐？ 对，现金还是刷卡？不是，这都他喝的吗？我们这正规店，有监控，你要不要看看？兔子跟铁西大呲花一样。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我不看了，我不看，刷卡吧刷卡。你是真牛啊，一牛都没你这么喝那么多，还净挑贵的。十几年了没看你喝过洋酒。行行，走了，回家了，行行。